移动兵站助力市政道路工程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。针对道路施工过程中存在的潜在危险，我司移动兵站产品可对道路施工现场进行实时监控、警戒和保护，一旦发生安全事故，能够迅速处置，做到防患于未然。此款移动兵站可直接放置维修专用车内，外观如同行李箱，根据施工地点不同，随时运往不同的道路现场，移动十分方便。移动兵站搭配手动升降支架和 AI 球机，可有效地对道路施工现场各处进行实时监控。使用时，首先将支架手动升降到合适高度进行固定，然后开启总电源开关，设备就会进入自检模式。自检完成后，设备就可投入现场使用了。 AI 智能小型移动兵站细节展示。现场使用完成后，将设备移动放置在维修车内，运回维修中心即可。